8月10日下午，人气男子团体 One of One 因海外演唱会行程，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发。当天 One of One 成员口罩遮面，在众保镖与工作人员陪同下现身机场。虽然天气炎热，却还是挡不住粉丝们的热情。 One of One 成员一现身便闪光灯不断，再次展现超强人气。进入到机场内更是一路遭围堵，所幸成员们并未受影响，最终安全入关。据悉，此次 One of One 赴美是为参加 KCON 2018 in Los Angeles 演唱会。魔方全媒韩国报道。